这是我朋友叶叔叔。你过来。你给我闭嘴！哎，万师傅，他什么也没说。你也给我闭嘴！女儿，你刚刚闭嘴了吗？没有。你给我闭嘴！我再问你一次，闭嘴了没有？你给我闭嘴！最后问一次，闭嘴了没有？你不要闭嘴！哎，万师傅，你刚刚说了一堆屁话。叶小姐，还是那句话，你不在这里生活，你屁都听不懂。叶姐姐，我来告诉你，我们在这儿生活吃不到小龙虾。这些老外无时不刻的把龙虾赶走，甚至于想把螺蛳粉都撵走，你明白吗？你张口闭口都是你给我闭嘴，人家怎么跟你沟通呢？听姐一句劝吧，啊，别再说你给我闭嘴了，可以吗？你给我闭嘴，老妹儿，直接开大招吧。若楠，爸，若楠，若楠，爸，